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，金刚八节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法。请合掌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五经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同修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各位各姓家中同乡历代祖先求贤七祖，各位咱累劫所结恶缘，咱的凡亲之主，各位家中的地基主。各位中华民族15,615姓，列祖列宗朱冠宁，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朱圣宁，咱3,762次大小战争几万年，三界万灵上顶阿弥陀佛。咱继续来讲解金刚经。现在咱来看《金刚经》的经文，咱咧讲会足慢咧，但是这是咱爱了解个真清楚，后壁才讲会落去。若有色，若无色；若有相，若无相；若非有相，非无相。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道之啊！我是啥人？我是啥人？我是心。释迦牟尼佛，本师释迦牟尼佛是代表所有众生觉悟的心，代表各位咱原来生命灵魂觉悟有智慧，咱的心，咱的家己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伊将来唔是讲我，伊已经代表着所有大众的性命咯。那孔子，伊所开始的，我都一以贯之，无道一以贯之，无道无道，我是一代表所有人的性命的智慧的心呢。也就是孔子呢，伊讲无道一以贯之呢，惹到秦始皇，秦始皇呢，伊就不满了了，伊就甲插啊，灭儒，焚坑灭儒，伊就咧讲，你遐尼恐怖，我做皇帝都无安那啦，结果呢，伊就甲烧掉呀。我都一以贯之，我爱学秦始皇，咪秦始皇，我爱学孔子讲的，佮你比伊较敖就对啊。结果先烧嘛烧袂掉，烧到迄时阵呢，咱的师父，老祖一道的师父呢，到现在已经2,225年，过东印去，将真济妙法真理，中华文化道统的文化呢，伊就啊全部甲运去日本去啊。所以混了以后，这灭掉去啊！
结果秦始皇啊，啊，伊咧无开悟，伊有咧福报，但是迄个天命就对啦，啊，伊嘛无得将只个灭掉去。假使秦始皇伊若心内伊有开悟的时，我相信伊下下即个法国弘扬。那么来到系咱个民国一时，毛泽东呢是大陆咧，啊，将只文革。把孔子的思想批孔，马上无道一以贯之，奇怪，秦始皇是灭不掉的，到这时阵，伊嘛要甲灭掉，还是批不掉，因为甲炸到台湾来啊！而且妙法啊，天意，怎啊规个军队台湾来啊？所以台湾是中华民族、中华文化复兴的基地。较早咱的啊，那老总统蒋公介石先生啊。啊！才开始讲中华民族、中华文化复兴的基地在台湾，这是天意早安排嘛。所以呢，中华文化一经一真理啊，风水的庙宇、佛法等等，拢在台湾。所以咱住在台湾的人真福气，真福气。有咧表面呢，咱感觉事业无真赚钱诶，事实上，咱心灵、咱的思想、心灵的真真正正的我，已经拢有开发出来。只是咱自己拢无去感觉到而已。哦，所以各位啊，咱学经、读经、学道的时，咱爱了解到道内底所讲的物件是啥。咱不要有假我、假我的想法。所以咱现在真侪修行人啊，哦，伊个名声修行人，拢讲伊会当飞天上帝。曾经有一位先生啊，后来讲伊会飞天上帝。啊！我听伊讲到煞的时啊，我遐一个影像，拜托你甲摕落来好无？我有法度，你唔会飞天。伫咱迄阵临时搭的一间，咱的叫做大雄饭店还袂起嘛？啊，迄边还袂起的是一间普通厝仔搭的啊，啊明明都，嘿嘿，一个。去影相，拜托你甲摕来，好无？我有法度。所以啦，哎呀，一挂人弄错去啊，千错万错。你知慧能大师，伊一个伊的徒弟。伊讲哦，我去世界拜访洪都嘛，讲伊个师傅有法多啥，会啥飞天上帝创啥，等下甲慧能大大师咧，啊，我师傅啊，啊，就某某大师修行者，伊会创啥，会飞天上帝一顿，你咧，伊讲就慧能无能所，慧能无能所，慧能我都做啥，千真万确啊。慧能我都做啥？慧能是好的名，假名尔嘛，假名伊我都做啥？所以各位，咱若愈有修行的人，咱就了解到佛法伊的殊胜，了解佛法伊所讲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用字、用词、用字，确实非常让咱赞叹。啊，最近咱都北京奥运。我们要做一本咱中华啊艺术啊，啊这艺术呢要上好，这叫做2008奥运，正来参加运动员，拢三个国家印了一本，啊，这里真大本的，画册，而且来这所邀请的咯，拢邀请到大陆世界各国有名的这个画家。啊，唔得去倒去探听咧！啊，伊就写一张传真邀请文来啊，邀请到啊我师傅咧，啊，伊写金龙吉祥，定国邦迄北咧，互因啦，伊要拍回的时，即回忆，好拍回到迄张啊，即张金龙吉祥，所以你若无请到个表白挂的吼，恁就去出版社再过去买，好、啊，咱上上了啊。好啦，哎呀，但是一点我没有写，
我不要将这个精神写呀，不要将这个精神写起来是安怎？表示我都要写字，也要为语尔。但是这个精神呢，我是意思的，展施展咱每人内在生命的原动力个魄力，啊，甲光与甘露来普照我所有的众生。我用意是安尼。那么，搁进一步呢？咱严庆恒严院长，啊，伊呢应着咱啊杨院长呢，啊，伊邀请来请伊写一篇文章，对这代志。那么，伊就用一个非常好的文字文词呢，来赞叹着啊，一百位个赞叹着咱维新宗。哦，这词句呢，若是你若无一段时间。无一段时间多看的时啊，一下子看了，那唔知道什么意思。啊，你慢慢去细细的去嚼、去剥、去回味、去回忆的时，哦，原来中国的文字、中华文化文字确实有够牛、有够殊胜。这也是咱的长者赵子公、孔子过来以后对文字的修饰、修饰的，这嘛是。一以贯之啊，一以贯之。所以各位啊，咱来学习赞叹着他人所有任何的一个用词，啊，咱赞叹着所有个性先贤所留落来，哈，这个文字的属性甲庄严，啊，咱那在时咱的觉醒就出来啊，那无这样，咱还是沉溺在迷信、迷信内面。所以各位啊，啊，咱今日学习真理，学习道，学道啊，咱读易经嘛好，读佛法啊，诸经嘛好，咱一定爱深入多了解每一位过去的人所写落的文章，所写落的心灵境界，你一定爱我得融入这个境界的时，你才会赞叹哦，这个佛经真的了不起。当今的世界上经典上多上多种的就是佛经、大藏经、大藏经。在咱生活时，农上呢，咱在康熙时代，吼，甲乾隆时代呢，因所有2500的徽章，所编的农上大藏经，拍回来看呢，哎呀，真的真的，咱还赞叹不已。咱呢，发觉咱捌的太少、太少、太少、太少了。所以，我、你，那么你、咱、你、我有共同的我，共同的我，咱拢有共同一个，是啥人？佛啦，佛啦，如来啦，啊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咱《心光经》是开发将咱内底的物件，咱要来解开。咱本来内底所有嘅物件是啥？各位，咱每个人是派一卡仓库来，派一卡农场来，派一根长筋骨来，咱拢派伫咱嘅心内，大经细经拢变大经。只是你有开开，有踏入门入去，你会当开发着、开化着你内在嘅大智慧。啥物人开会开？因为咱互世间嘅物件去。哈、啊，去染着啊！啊，这个喜怒哀乐、爱恶欲，啊，好啊，生老病死，真正给人看掉的，所以造成呢，咱无法度开发到咱内底，找未到内底咱一粒，啊，一粒迄个真好的金光宝石，咱的智慧找未出来。啊，所以各位啊。咱来到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，爱来找我真真正正的我，嘛是你真真正正的你，你甲我，咱共同真真正正的我，就是佛性大智慧啊，大智慧。啊，所以咱上皮山生活寺虽然时间创办到真短，16年尔，啊，咱对一支茶，啊，一支草，一点露，一粒石头，啊，咱的开发。一直啊贴，一直累积，一直修整修正啦，好到今日来，由台面的绿化
立化来美化，美化来精致化，精致化来的人性化。所以世间咱道场嘛好，咱一定要建设为人性化。所以在去年啊，咱中央的环保署啊，都有评估各道场的环境，来评估了咧，吼，甲咱县佛寺的道场，吼，感觉真正有，有这个环境保护，啊，这美化、人性化。啊，所以甲咱表扬，表扬是真正自由的道场的环境。啊，我笑讲，咱的道场啦，哪家苏过来看呢？吼、哦，迄个阁无吊顶呢？吼、哦，咱的社会已经水准足悬啊，水准真悬啊，咱才无吊顶。啊，那咱今日啊，咱是唔是讲爱什么吊顶，爱来甲咱赞叹？咱真济一步共同的我来建设这地净土、佛净土，予咱所有有缘的人啊，入来到这个所在呢，找到真真正正共同的我。共同的我是啥人？啊，心安的境界啊啦，心安的境界，心安的迄粒泉州，就是真真正正我共同的我。所以禅机山，禅机山呐、啊，啊、哦，当下卡起来，处处缩起来位，拢是禅，拢有生命。所以今日咧，啊、哦，较等下咧，啊，我也邀请到咱环保署咧，啊，咱的啊官员咧，先生啊，好、啊、来甲各位做一个正道，含金刚经的正道。啊，金刚经的正道，啊，咱的世间的尘埃。就是爱环保，环保就是环境保护。环境保护有两项，有形甲无形。有形的就是环境，无形的就是心灵。啊，无形的心灵比有形的心环境搁较重要。有形的环境呢，假使你若做无好，一定会影响到无形的心灵，叫做风水学啊，风水啊。风水着有形的环境进入着内在心灵的环境，这拢是风水学，这就是咱法门，咱易经甲风水的真理妙法。所以各位啊，咱来知一切法，你才有法度贯穿一切法。你若无知一切法咧，你就无法度贯穿一切法。那么，这要对对于开始来建设一个风水如法的风水呢？如何来建设一个如法的净土呢？一定要去找到真真正正的我，共同的我，就是咱的佛，就是咱的智慧，就是咱共同的一尊如来，也是咱共同一粒太阳一根佛光普照大地。哦，所以咱今日呢，才好一年，咱共修。啊，讲到这呢，外面的日头更加光。哦，比拄只个更贵啊倍，这是啥？咱共同的我，太阳之光、佛光、佛光是共同的我。啊、哦，咱只要大家花露发挥到共同的我，一时我的日我接令日无以涅槃呐、啊，我共同的我，拢会当所写的微信、实性。哦、一切众生的坏习惯，八万四千种的坏习惯，拢会入去啥安静的状态，无烦恼的状态。所以释迦佛祖咧，啊，伊咧伫世间弘法到的八十一岁的时，啊，伊讲我要来等啊，我要涅槃啊，我要涅槃，要灭度。啊，大家说啊，佛祖伊要去死啊哟！伊唔是，伊代表每个人讲，我已经甲恁所有内在会去烦恼的，所有的物件，什么代志，恁心内仓库、包括有什么物件，我都甲你讲了了啊，拢爱搬搬出来啊。我用心安啊啦，
啊，所以伊个我，就是咱大家共同的心的我嘛。哦，大家拢在种心安那状态啊啦，叫无余涅槃，啊嘛是叫做涅槃。我咧盘梦咧盘呢，我断掉呀，断掉是非常高境界。哎呦，我烦恼断掉啊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烦恼真正断掉无？那真正断掉，你无讲我烦恼断掉啊？我讲我所有烦恼断掉啊！你看我所有烦恼断掉无？我讲我现在我所有烦恼断掉，我要现在我，假的我，假我，假我的我，我所有烦恼断掉啊！我一直想着，哎、欸，迄样物件，我咧食面啦，加放遐只，遐只咸咸椒哈。啊，歹想呀！你有断掉无？无啊！你想讲咸椒伤烧，伤咸哦！我歹想呀，迄个时阵过啊，未咸啊！现在未咸啊，但是你脑海内要会咸咧。啊，你我断有掉无？断无掉。所以咱啊，有个人哦，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往生去走去的时，哦，伊咧就是涅槃啊，一句话都无留，嘿。我你讲爱恭喜，你若逐项交代了了吼，我你讲你一定走袂开卡。啊，咱有个人，哎呦，碰到底命，你还紧走哦？你的银行破你也无寄啦，你的定期偌济你也无还，存款偌济无遐，你大遐偌济啊，细遐偌济啦遐啦，你干呐直直，甲老的哭，你唔是你甲疼惜，你是你甲起烦恼尔。嘿，有涅槃无？无涅槃呐！嘿，都烦恼作祟，颠倒梦想作祟，所以我多个爱我该正，该令入无余涅槃，无其他歹习惯。咱若无修行的人，你无听话的人，你绝对无可能。所以咱大家爱一句，咱今日学道，爱找一个共同我，咱的我。啊，找一个共同的我的时候，叫做佛光普照。你若无找到共同的我的时候，你绝对不是佛光普照。啊，那至于涅槃，啊，佛祖释迦牟尼佛，伊甲所有弟子讲，我要来涅槃。那么，啊，咱有弟子啦，啊，师父啊，啊，这世尊啊，你若走的是要安怎？啊，你要走就还要安怎？伊讲，啊，以戒为经，以戒为师，以戒为师。啊，戒是以啥为师咧？以经为师。所以佛所来所讲的物件，所讲一切法，已经拢讲了，就休困了嘛。啊，这个壳就用放伊休息啊嘛。那么伊就。伊的心代表，大家的心拢会当安静啊。所以大家若拢照佛法去修行的时，照道法去修行，我相信咱就无烦恼啊。咱大家都安安静静，真快乐。所以咱要知一切法，咱就无烦恼。咱若唔知一切法，你烦恼几大堆。啊，是真我甲假我差别在遮尔，有智慧的或者真我，无智慧的或者假我，假我。贪嗔痴恨怨不满，哇！诽谤抹黑，迄种假我，咪真真正正我，迄是娑婆世界，哈、啊，咱的众生之外啊，阿弥陀佛。